为这个呢，是我们这一季的第一期的第一个线索，非常的珍贵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玩一个你有我没有的游戏，就是大家在漂亮的推理当中，你行但别人不行，一个优秀的技能。Okay. 那从咱们花美探开始吧。好。我有一根这么长的眼睫毛。我想请问这根眼睫毛对于我们的探案有什么帮助呢？我可以拿到线索。啊，就得折。好，那我有身高优势，对不对？我高于1.7米。哦，折。好，那我名字四个字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就请你先来吧。我路过推理类的节目，哎，那我们现在也算路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是正在录，你们是正在录，我是路过 and 播出。嗯，行吧。再想一个，我吃过一瓶药。对，那我吃过一瓶维生素软糖，但不算药。很绝，真的很绝。拿出你值得它，对，实至名归。谢谢。